回收这些碎玻璃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用多好，清净在源头，我们在厦门玻璃是不回收的。在这边看到有在回收，我是很欣慰说，哦，玻璃的话还是有它的价值。我们要珍惜这个地球，留一个干净的地球给下一代孩子，那我们要身体力行。我以前不前几年没有出来的，都是在家里念我诵经，现在出来做了环保，觉得真的把我们的心灵的洗涤把它洗。也有人就说，哎，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那他们这个十几年的一个坚持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太有意义了。一生无量就是要靠坚持，而不是只在想，要真的去做。坏这修立心嘛，应用在日常，会当地身心受用，也阁会当在人群中普遍啊，将法推动，予人人会当知，予人人会了解，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了解生命来去的源头，这是对每一个人何其重要啊！佛来人间为一大事，就是要来开示众生五佛之见，所以伊说法不是为着众生的供养，最盼望的呢，就是众生听得明，会当收入去，会当用出来，普遍在人群中互动互教，这是佛最大的目标。Waktu itu saya lihat acara ada AITP, itu kan sering ditampilin tuh acara kunjungan kasih, terus pokoknya relawan-relawan seci. Dari situ saya tergerak gitu, pengen ikut juga jadi bagian dari relawan seci. Kita sosialisasi juga mengajak mereka untuk lebih mengenal kunjungan kasih, gitu. Kadang kita libatkan juga mereka agar mereka tahu apa saja kegiatan kita, ada baksos. Dan mau dan sunesim要把佛法接入心来真困难，因为呢复杂化啦，这个心啊就是自障碍，自障碍要怎么去了解呢真心的佛法？所以总共一句，真多定沙歇构成了无明，无明造成烦恼。啊，人间就是安尼一层卡过一层啊，卡定呢。现在佛法在咱的面头前，咱伫咧接受，也那有道理的，但是呢，啊。通通做不到，所以咱常常停滞在凡夫地，咱是停滞凡夫地，确实呢，时间啊分秒消失，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时间就是安尼直直过去啦，生命对着时间无等待人，但是咱的烦恼无明还是固执停滞伫迄个所在，这是互人足烦恼的。就是现在舒服啦，啊，对大家啊，我嘛真烦恼啊。
对家己，我嘛真烦恼啊！这世间复杂的代志这么多，我相信佛的法，每一个法啊，我深信，我了解，但是世间的情啊法啊，重重障碍，确实呢，分秒的时间不断流逝过去。目睭所看，人事物，总是有这么正多的无奈，哪会袂烦恼呢？生命嘛是安尼在咧消逝过去，所以俗气无淡化，这当然是烦恼。之后呢，哎，经过再回到回来，干那隐隐的烦恼无路用，赶紧紧回归来修持法。洪正教把握时间，几分钟讲几分，几秒钟尽几秒的责任，那就是修持法，爱深信戒，人人一定，无管你做会到，你做未到，深信戒呢？是足重要的，上无，咱嘛爱压一个经济，咱即当阵把握接触到佛法，咱赶紧培养啦，潜心戒，所以咱来修持法，潜心戒就开始爱修持法啦，咱来赶紧。培养咱的弘誓愿，咱爱弘正教，你要弘扬正教，你一定爱亲近神友，甲你讲话拢是真正确的话，唔通搁再听旁边呐、旁门左道。旁边真多小岔路啊，咱都要真谨慎，所以一天接触遐多人，到底是听啥人讲话呢？这咱要真用心，所以修持法啊，爱立宏愿，爱弘正教。再请大家爱真用心，意是真重啦，意是真长啦，请大家啦爱真用心啦，开大道啦，就是落实为人间来开，开出了呢，咱人生人人有一个正确方向。真安心走上了这条大道，咱要有心口意，身体力行法，佛所教法，口呢宣说佛陀所说法，文法者、说法者、传法者，意呢？时时接受佛陀的教法，分分秒秒信戒受持，那会当安真实修行，就是顶载了佛的法心。所以要甲恁讲，心行的教育，精神面的建设呢，足重要。
所以用精心面啊，好好，把咱做会到的做出去。大路甲开福大，菩萨多啦，人人来铺，铺平路啦，圆行道。是咱唔去做呢，真正要做呢，无困难呐、啊，唔惊曝日，唔惊风吹，唔惊雨啊。愿意走出去，身体力行，就归道，来好好来行，大家人同时来铺平这条路，都无困难。